我操，新成员居然是一只青蛙。大家好，我是一年365天都坚持更新的攻略 UP 主游戏宅玩家。你干嘛？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发现，咱们的元气大厅和之前大不一样了，这是因为其中又增加了一位新成员，而他就是左下角的这只青蛙。那么这时候问题来了，他究竟是新角色还是新英雄还是新 NPC 呢？稍后就有宅哥帮大家逐一解答吧。首先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咱们元气骑士职业阵容又将增加了。没错，这个青蛙王子就是下半分钟将上线的新角色皮套王子。皮套王子的主动技能十分有趣，按下技能键便化身为巨型史莱姆，并且能够复刻其原型大多数的攻击方式，这其中就包括受到攻击的时候召唤小史莱姆，以及近战武器的克星近距离爆炸伤害，当然还有他。